突然变画面变白，然后宕机重开机。哇！那个太可怕了吧！受灾户请小心，你的电脑、各位不要更新。真的是他每次更新都这样子乱乱啦，所以我最近是不是都不要关，我最近都不要关电脑、啊，不要关电脑、哦。你把那个自动我今天才刚更新嘞、欸，前几天。你前天，我昨天才刚开，你们怎么都这么我都不敢更新、欸。但是我已经不知道几个月没更新，因为我昨天那个连线有问题，所以是重开机。他重开机就强迫给人家上去了。他不是这么，他有一个自动更新档，那可以设定，我都把它直接关掉、欸。我也是关掉了，但是它还是自动更新的。对，卖心理、哦、重要更新，这是重要更新，一定要更新。对啊，那是重要，我就不关机了。反正我本来就没在关机。我真抢的时候已经关机了，我没在关机的。我家是跳电，他会强制。我家是跳电。你怎么？哎呦，阿万那熊熊，我打你一下。你哦，你还没更新啊？没有啦。我跟你讲，这两天都是记录档救我，为了要传记录档，我就没关机。啊、哦，记录档居然是记录档救你。好，那我要继续用记录档救我。这样子哦，更不更新？更不更新？哦呦，更不更新？不你更不更新？你赶快不，你还敢不更新啊？还敢不更新、啊？我想说，为什么看不到我的屏？开台了，开了，我已经开了，我开了。被降零一分，开台。对，要测试一下哈记耶。就是哈记，摸一下对不对？舒服，对，好像可以顺顺的啊，也是啊，目前看起来是正常啦、啊。哎呦，我觉得他这样怪怪的。哎哈记，你要不要改成 M 开头？这样你就可以说我是 M 的。我不认啊！你变成哈基，变成马基秀，马基马基秀，哎，哈基基对，哦，听起来很多朋友哎、欸，很多朋友，马基秀哎、欸，哇！你要不要来第一对第一对？你要不要来一首饶舌？你马基地将，哎，饶舌哦，来来。上课了，哪里饶啊？讲话而已，没有单压。好啦，今天呢轻松高效，我们要来上课了、啊，上课了，有点课要上了，不然大家都没上课，这样子太无聊了哈、啊。我们要跳中心操。前几周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有先暂停几周啦啊，半个月，学校消毒，学校消毒啊，停课，学校消毒，学校学校中毒了。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啊，碍于同学数的那个死亡人数不断上升，所以校长我呢，我觉得这样真的不行，真的不行，我觉得决定要来给大家上一下户外课，所以今天。请大家把身上所有的重要道具啊，还有装备全部放在家里。等一下，我们要出去户外上课喽。哦，不是那个危险吗？没有装备，全身空空的吗？没事没事没事，有野生动物下来啦，叫校长。校长，有病毒来啦！是金钱类的，会有奖励的，会有奖励的。反正就是全部都是空装嘛，对不对？对对，空装空装空装。哦，空装，了解了解。反正都完全不要那个东西哦，都不要带东西，是不是？对对对，发光啦，发光。你干嘛打我？发光。小树，你要多久，同学？等一下啦，我上次我在疫情之前还在盖房子呢，我超多东西，很多东西。哎，我的衣服不见了。波波，你住这的话，就是离学校最近的地方。不是，我不是住这好吗？我这是游民。那这东西是谁的、啊？我的。对啊，那这东西谁的？不是我的房子还没盖好，我一直想住房子。拿走。我只是先暂放啦。不要哭啦！不要哭了，太晚了。哭啊！哭啊！对，哭了。你搞来烤，你搞来烤。锅里很便宜啊，锅里可以直接换的呢。哦，真假的？没了，现在没了，啊、现在没了，现在没了，还是死掉了。哦、现在没了吗？哦，死啊！对啊，死了。哇！哎，有玻璃片的、啊。那、啊、搞没有，我要玻璃块，我要搞玻璃。哦，那我帮你把它打碎好不好？碎玻璃。哎、欸，有啊，玻璃的还在啊。哦，为什么？为什么讲机场变成一只狐狸啦？没有啊，被你想听这个故事吗？为什么？被带回来的狐狸。机场出事啦！我们在收集学校的那个七大恐怖故事。哦。哎、欸，这个狐狸在吃到饱是不是啊？吃不啦、啊，它比这是比老鹰还可怕。而且你可以看哦，你看它还有名字哦。哎、欸，酱油，你家的小孩、啊，哎、欸，酱油，你家的狐狸太
变很胖哎、欸！我的鸡呢？我的鸡呢？被吃光！的鸡被吃光！我的鸡不见了！他刚刚被吃的很爽啊！他全部变羽毛了！你怎么可以在学校养动物啊？酱油！天哪，偷养！不要带到学校啦！我们不可以带来学校。好啦，大家冷静，大家冷静，吃点烤鸡，吃点烤鸡。啊！还有，仅存的，仅存的，仅存的。有这个同学，这个烤鸡这是遗物哎。这是证物，这是证物，没有没有证物，没有证物是生鸡肉，烤的不一样，烤的不是就对了，对，是生鸡肉，你好有智慧哦，对，哇，难道这只狐狸会先烤了，然后再吃吗？不会，大脑硬块，这就问一下酱油，这个下面的是本来就对啊，杰克，是不是你把我的狐狸引诱过去的？跟我屁事，并没有。我们手上的烤鸡，好想吃烤鸡哦！可是那怎么办呢？啊，对了，酱油要有假货吧？使用假货卡，使用假货，你用过来，上面有酱油的宠物，没问题，这样都不关我的事了。啊，不关我事，不关我事。那我要使用识破，我要把小雨识破师傅去。把你识破掉了啦！换个衣服啦！哎呦，换衣服，穿校服了啦！哎、欸，你们好夸张、哦，换个衣服啦！我想说，最近都没有上课啊，就穿便服就好了。疫情结束，那个衣服都穿不下了，然后到合作社买新的了。你才穿不下，你才穿不下啊！啊，有人学长，你学长，学长，我做的。哇，杰克好正。你想要穿不下，你是不是想死？你是不是想死？彼此跟我烤鸡，好好说我们。好，杰克耶，哇，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呦哎呦，你们刚大家瞬移哇，咻咻咻，厉害吧？我们回去吃灵台吧，有有有，可以带食物吧？哎、欸，我怎么不会回血了？本来就不会回血、啊，白痴、喔，这边距离那么远。对，我太久没上课了，多久没有上课呀、啊？太久了，怎样？半个月没上课就忘了？半个月没上课了嘛？我的位置是哪一个？被车撞到！天哪！哎，都好了吗？都好了吗？好了，校长可以带，可以带零食吧？我教食不用不用带，没关系，不用带。不能带零食，好，我会准备零食啊，我会准备零食。那再放箱子里，放箱子。怎么有人在穿东西吗？怎么有人穿？这是我的，没关系，我们等下之后再拿，等下再拿啊，借放一下。烤鸡，我带了一组半的烤鸡。哎，各位同学，那个离开椅子，离开椅子啊，啊，离开椅子啊，离开椅子啊，都离开椅子杀人吗？好啊，哦，这是什么？哦，这是雪地，雪地。今天呢，我们要上的课叫雪地。等一下啊。雪莉，雪莉，雪莉，哇！我是森林菠萝蜜汁。你刚攻击我的村庄？哇！我是雪莉，我的百块村庄，啊！我的村庄嘞，我的村庄嘞，啊！我的装备嘞，你怎么了？等一下，我的麦调一下，声音好像比较小一点。好，好像刚刚是确实有一点点的觉得你好像有一点点的小声，小，还有断哦，这个更新啦，又给我动啦，动到了。那我声有正常吗？还行，有正常，你很正。好，我身上怎么都会发现？我很长，你为什么可以带东西？为什么都带东西？啊，就是带东西。我是劝你销毁哦。为什么都会把剑？不是我刚刚还是空的。校长，校长没收，校长没事没事，校长拿走，校长。别人的哈，没收了哦，没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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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校长是那个没收手机。那是我的手机，剑手机。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上的课叫做生命教育课程。啊，对啊，请放心啊，我们打算教各位如何制造生命啊。我只是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健康教育，你是姑娘，健康，健康。没有，我们今天是要来教大家如何保护生命，珍惜生命啊，祈福祈福啊，对，这个是平安喜乐。这个课是我最近看一个国外的大神啊，他们有玩一个小小的活动，然后今天想要来这个当做课程来教一下大家。哦，等一下呢，我们会全部人会有其中一个人，只有一个人，他是保护者，他是被保护的人啊。然后我们八个人要保护他，不能死掉。对啊，被保护的那个人呢，他要想办法寻死，想办法自杀。好。想尽干嘛就自杀，我觉得这样子已经很明显，要不然被保护的是谁了？我可以自己站，我可以自己站，我自己站。你可以帮我画个魔法阵。
我们都会轮流啦，会轮流，每个人都会一次啊。好, 好, 好, 好，每个人都会一次哦。对，每一个人限时五分钟，轮到他的时候，他想办法自杀，因为八个人会拿到一些道具，想办法要救，就是不能让他死。五分钟内，如果他没死的话，全部人会均分八颗，总共一组的钻石除以八，就是每人八颗。对，但是呢，如果那个人自杀成功了，啊，钻石六十四颗是他独得哦。然后旁边有危险，没关系，那个我们等一下。他们想参与，这个我先处理一下了，不然这个有点危险。这个旁边好像有点太危险。隔壁笑的，隔壁学校的好笑。帮我们！救命啊！好冷哦！救命！老师，救命啊！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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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笑的还有啦，还有啦，还有啦，还有一只，还有一只。还有一只藏在里面，树旁边，树旁边。冒烟哎！不良少年来了！不良少年来了！快跑！大家！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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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笑打过来了，树旁边。校园霸凌啊！同学啊，不要去外面制造一些纷争嘛！哦，我们这边是一个和善的，不要影响我们的校誉。不是啊，那个老大在这里啊，这个老大。因为这里面看起来 Bobo 最像是那个啊招惹他们来的人，不觉得吗？好，我再补充一下啊，等一下呢，被保护的人被称为是保护者，然后其他人会被称为猎人啊。那猎人呢，就是他会获得啊无敌，就是基本上他是回血回满的，不会死的。所以被保护的人啊，也不用想说就是要想要杀掉其他猎人，对，他是无敌的。然后食物呢，是所有人都就是直接是饱食度是满的，所以你饿不死，就不会饿死。对，然后后面等一下第一个我们会先从我们那个右边不是有保健室的那个名单吗？我们先从最下面的开始，最下面的，对对对，我压轴。对对对对对，然后也就是说，等一下，越上面的人可以想一些其他特别的招式，但是呢，我们等一下可能就是前面几个人先死的时候，有一些可能太过 OP 的死亡方式，最后可能会被拿掉，后面几个人可能会被拿掉，嘿，可能他们算这样子啊，对，所以后面的可能会比较尴尬一点，没关系啦，我觉得相信那个这么会死的人应该是 OK 的啦，啊，有办法，对对，那你可以给我一张椅子吗？你是杀人魔术，对呀，好，那就是等一下先由我自己校长先亲自来先体验一下啊。那时间时长就是五分钟，五分钟内只要没有死啊，就是获胜。但是如果我死掉，就是钻石我独拿。好，好的，那就准备游戏开始了啊。好，嗯，好。耶！靠！我还可以回血，要保护我哦！啊，你们应该每个人会有一瓶那个治疗药水，只有一瓶哈。哦，对，只要我死亡就是我获胜，但是如果五分钟后我没死亡，就是你们获胜啊！好，游戏准备开始啊！哦，会倒数，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喽！哎、啊，这个过分了！先把粘住，先把粘住，先把粘住，粘住！你们粘到我了啦！粘到粘到我了！你们粘到我了！哈哈哈哈哈！哎呀，校董真朋友太多蜘蛛网了！等一下，等一下，你要留一点，要留一点。哎哎，勾回来，勾回来，他一定是想要做那些坏坏的事情。哎，看我就知道，你要干嘛？我们有海绵，我们有海绵，有海绵，海绵。我卡住了啦，挡住他，挡住他，挡住他。没事没事，让我死。你要干嘛？没事了没事了，让我死。救回来！让我死！救回来！不要跑。有沉船，我就把他搞我，你搞我啦！河豚，河豚，河豚，快咬我，河豚！啊！河豚咬我！不可以，不可以，把河豚砍死，把河豚砍死！对，河豚，河豚砍死！不要死了！可恶！你满血了，你满血了，没事，水啊！不要担心，水。他想淹，他想淹，他想淹，他在口血，他在口血。有不可以，帮他装水，帮他装水。回血，让我死！不行，你抓爱心生命在那边想死，他快死了！啊，想干嘛？不是呀！
球。可是其实海绵喘气啦，很多哎，喘气一下。快过去！快过去！等一下，他那个啦，他的血。他一直在那边潜水啦。对。然后起来，起来！快上岸！快上岸！起来了。好，你放下了，那个都是白天的啊，不会有怪物了啊。好好好，哎，微风大了一点，再试试。哎，哈基他的血啦，哎呦，我血怎么了？我血怎么了？水啦，苦了一点啦，苦一点，干爆干爆干了。怎么有苦力吗？苦力有苦力，刚不是说没有怪物吗？没有苦力棒没消掉啊！哎，猎人怎么也会死啊？猎人也被杀死。那我说要缴钱啊！没事没事，等下这个人会全部把它消掉啊！好，好，那请问换我了吗？还没还没，下一轮等一下啊！不是，我看到生命教育开始了。哦哟，好，我来重新去找一个新的地方啊。好，总会有苦力怕了，这也是运气的一部分呐。刚刚那个，那个可能是那个地洞有没有？就是爬出来的，不一定是那个晚上生存的。哦，你确定不是苦力怕命？你说，哎，我好在这边，那你刚刚停下来。哦，原来面交面交面交好了吗？苦力怕甲，好，换这个地形啊，换这个地形，对对对，这是白色地形。好，让我准备一下下啊。好，没事没事。哇，那繁星竟然要马上想一下他要怎么弄哎、欸。对。我的天哪、啊，我觉得这个课程不是爱惜生命啦，这个课程应该是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抖 M 吧。对，那我应该很成功。需要学习的是另外的八个人，要想办法找到。哦，也是啦，也是啦，想办法不要让他。最后这个人只是当个范本，想办法让他去打一杯。哎呦，安心，安心，好，你好了吗 ？Are you ready？ 打我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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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凶。我先掉哈，哎，不行，那个头先放开，手先放开啊，怎么说还不哎，这作弊，那我可以先挖脚底吗？不行啊，开始。我觉得这招不用这么早用哎、欸，感觉可以，不能全部一次用光，对吧、啊？红一下，回来，回来。这也太难了，陪我们玩啊不，啊好跑，好笑，啊，连到巨人了，回来，猎人变少了啊，我没勾到我这个八七，啊，回来，哎，哇，中介珍珠可以使用啊。阿、哦、不，你不要飞走！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哎，你下次救了我们，救了我们！啊，这样子回招的，哇，鬼招人、啊！过来，对，回来！我勾到羊了，我想到了，你不要你们，不要再讲，好倒霉，笑死！对不起，打扰打扰。你要干嘛？你要去哪？要不要挤人啊？哎，粉红色的羊，粉红色的羊。明明就是猪，你骗我！打这个叫做打前面的吗？这个叫做打前面羊吗？打前面，打前面的，来来，有没有铁巨人啊？哦不，你不要攻击他的村庄啊！有村庄哎，等一下，有没有铁巨人？铁巨人叫我，不可以，不可以做铁巨人！有哎，哎，有！完了，快点在这里！哎，越死越，好危险啊！强啊！是的啦，全部都死人了，铁巨人太痛了啦！哇，哎，好强哦！找到村庄的铁巨人很猛哎，太强了，好强，太强！刚想过河桥溺死，看到村庄往旁边冲。我没有看到村庄猛哦，我觉得这个跟哈基那个苦力怕有的比超猛，有遇到怪，运气好扯哦，有运气太好了，而且我带走了四个人，三个人，哇哦，
来哦，下一个地区，这个都是随机的啦啊。OK， 啊，也是运气，对，真的是运气。我们有一个偷蜜蜂，巧克力到了，酱油，还是影月？影月，我的回合，你的回合，影月你不可以哦，这两个什么都没有哎、欸。我想要给你缓降药水哦。我已经放快对什么都没有呢让我看看怎么偷跑你怎么要偷跑我先站高一点看一下状况嘛不行不行站太高了啊怎么走了好了，回来，写满了，写满了，写满了，你回来，小雨啊，跟我看到自己，耶耶，你看，太好了，粘住你了，白痴，我粘住了，粘住了，好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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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搞我，这个。你不要走，不要走，不行不行！不行哎呦，放开，放开！哈哈哈哈哈！把我吓坏了，把我吓坏了！直接拿不起来！你们有过去？没事，我在下面堵他。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给我下来，给我下来，给我下来！快点，快点，快点，加油！哎呀，我再补，我再补！哇塞！哇最好的保护方法，最强保护，抓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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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往旁边走，他想往旁边走，没事，来。哎、欸，对，这样子他就上不来了，他整个沉沉到最下面了，可以挖掉了，太强了吧！这太强了，好残忍！你现在蜘蛛网还有吗？我还有，我没了，我没了。来来来，我你丢下去，丢给看到，蜘蛛网被粘住了啦！哎，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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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画面好笑，前面都没想到哎！我刚刚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我刚是有想到，有，还有更多，还有更多。好惨啊！对不起，帮助啊！你哥，请哥下来一点，等下还有感觉不像是在救他哎、欸，我们感觉在救来他。你他你哥，你干嘛？都不是我放的，他救。看不到，看不到下面怎样。来，我把旁边，旁边挖快点，一起下，一起下。哎哎。很可怕！哎、欸，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没蜘蛛网了，没蜘蛛网了，没有，没有，没有，白心点一下，给我这个，这个，我有，我有，我有，我要挖掉！我让路给你，让路给你，完没有石头，他没有石头。他得控制。其实我觉得他只要在一个凹槽，他也上不去了，出来了，他也上不去了。他可以打掉啊，他可以打掉啊，他打石头，他没有方块啊，他没有工具，他挖，他没有剑，他没有剑，我一直挡他画面就好了。对，我们就一直让他来回来回来回。还有工具啊！哦，这好可爱哦！我还要回收上面的蜘蛛网。说说说，你觉得现在心理阴影面积？他掉下来了，他掉下去了，哦，掉下来，掉下来，不，这不上不去嘛！没事，大啊，你们一起在下面，没事，没事，不能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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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挖，不能挖，不能挖！不给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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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给挖！水了，还要找蜜子啊！哇，你还要让他呼吸呀？我下去看一下。他很沮丧哎，怎么办？他很难过。这个是最安全的保护，你知道吗？对对，哎，喝一下拘束型的保护，真的保护过度型。哎，没事，喝水，喝水。怕他不乖吗？把他关起来就好了。好恐怖哦，怪兽家长哎、欸，对，怪物家长。可以，手会痛不可以，手会痛不可以。哎、欸，不仅手不可以，不可以，小心啊，手会受伤啊。我们相亲相爱，痛痛痛，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你把他冲走，把他冲走才过分。没有啦，我操！他会咬人啊，咬人啊！啊，我不。是放弃了，可是他这个有点无解，这个真的有点无解，真的感觉没办法哎。对啊，这个没办法，感觉不能接。对，挖下去就出大事。要被搂，要被搂。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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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没事，哎呦哎呦哎呦！因为我们刚挖的时候，怎么有怎么有？哎，蜘蛛不要冲掉，蜘蛛！啊啊！小掉，小小，我刚才提上来了，我刚才提上来了。啊！丢珍珠，丢珍珠！啊啊！丢来。咻！咻！咻！完了完了！哎，他跑走了！等一下，完了，他跑走了，他跑走了！快快快！快跑太快了吧！前面有岩浆，前面有岩浆！完蛋了！在哪？在哪？在哪？在在太水里，太水里！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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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事啦，活下来了！哇，我在你身边，在你身边，差一点！冰挂彩，好远哦！那等下生成金块可以找金块玩吗？哇塞！裸装放在旁边可以吧？如果刚好吃旁边就是运气问题啦，对不对？对。太，太，哎呦！这苦力怕爆了，没有早一点出来。嗯。还要下一个场地哦。啊！你可以打蜜蜂，你可以把白天定住啊。哦，好啊，定白天就不用再切。打蜜蜂，打蜜蜂，小蜜蜂哎、欸，那小雨会来打你，猎人就来打你了哦，撞死了，气死了，哦，雪地耶，是吧、啊？哦，哎哎哎哎，我看到了，哎、欸，我看到了，哎、看到什么？村庄。就是村庄而已啊！哇，又是村庄，又是村庄，还是要nerf、啊。我们等下先去，我没有人打得赢，没有人打得赢铁血，我们会全灭。哈哈哈哈哈！没有啊，就是要那个有没有就赶快先摸一下，然后赶快跑，让那个仇恨先拉走。哦，哎、欸，你们我们没动，你们也不能动，不行。然后这一轮啊、哦，因为可能发现那个保护想死的人好像有点劣势，所以会发一点石头，好不好？哦，单纯的骗我。哦。啊，因为就比较尴尬一点，比较衰一点的啊、哦，刚好。哎呦呀，哎呦呀，那踩到陷阱了。这陷阱很会耶。对啊，这是雪片陷阱。等我一下、哦，稍微更新一下东西，哎、更新一下。好。太白痴。来播个广告，播个广告，各位，按个广告啊！播一下，播一下，不是播广告，播广告。我们校长这么忙，对对啊。啊，请问现在可以先去村庄看一下？不行，不好意思，我才有，怎么可以这样？哎，不对啊，又不是你要死，你在那边啊！我上，快去把侦查。他想先去看呢。接下来换团团嘛啊？对啊，嗨，对，嗨。上课喽！上课喽！啊！怎样？啦啦啦啦！一代！他有过动哦！一代！从小认传出，让大家看不到你是不是？你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团团快回来！我先去打铁巨人，我先去打铁巨人，先去把铁巨人打死！我抖哎，我抖哎，我打我打我打！你抖哎！等下耶耶！他在王村，他在有！快跑快跑！我输了！我捏了、欸，你们也是可以，你们也太好笑了吧？你这样可以传送，可以传送，可以传送。捏了，没得，没得，没得捏了，没得捏了。完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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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不可以，啦啦啦啦啦啦啦！放过那个铁巨人，不，放开他，放开他，不可以，死啦！哎呀，死啦！啊！
可就开始帮你打他，快打他，快打他，快打他！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没事没事，你哇康庄大道哎、欸，你们人起来之后哎呢，还要吃海不可以啦，团团耶，我是美人鱼，不是竹子，不要去竹林去，那不是竹子，对不起啊，真天，等一下丢不上哎、欸，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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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爱，我不要你了。相遇上不到，游游不上，游不上。海太大海很大海也很强哎、欸，因为你在中间没有任何方方块的点的话也是爆开，你就一直游，一直游，一直游就好。对啊，我刚其实想这样，可是觉得太坏了，因为猎人觉得追不上啊。嗨。那游泳是等速的、啊，对啊。等一下，我是不是要去缴学费再回来？不用，没事没事，不用缴，不用缴，不用缴。好好好，哎，太白痴了，一下子你，哎呦，场地是不是要清理一下？不然我们都可以回来这个地方拿。哎、欸，没有，这是纪念啊，有没有纪念啊？纪念这边很多人死過，肯定这边是有生命教育课程。那我这边用一个海绵十字架好了。啊、哦，不错不错。海绵十字架没有啦，这个之后会被清掉啦。我们跑这么远，这个都会被清掉的。好好好好。哦，对耶，如果之后那个，哎我想盖红色斧头。哎、我这附近啥都没啊。没事，你可以跑一下图，你可以跑一下图。都跑很酱油啊，很酱油。我觉得他是在告诉我不要想死了。我跟你讲，你想办法找到一只兔子杀了他，就杀你好吧。这样子我们要反省哎，反省可是反省，可是反省杀不死啊。酱油，嗨，加油，加油！你今天过得好吗？我今天过得不太好，我今天走路跌倒。哎、欸，怎么他血只有九血？血没有满，血没有满。没有，等一下会那个吧。好、等一下会，等一下会。哦，等一下会回，这么厉害？哎、欸，你脚受伤，怎么可以走那么？对啊，怎么可以一直活动、欸？你不可以跑跳、啊。哎、欸，不可以跑跳、啊。不要勾我。哎、欸，他血没满耶，我们血满了，他没满。哎、欸，他没满。有有有有有有有。有。啊！哎呦哎呦哎呦！差点被猎人自己粘到。杰克冲啊！有勾到他了。有小油啊！还有啊，帮他放下，帮他放下，帮他吸水呀、啊！有了吸水，这个水太大片了啦！太大片了！还在游，还在游，还在游，还在游！切西瓜！酱油不要死！酱油不要跑！哎、欸，我看到中介满了，白痴哦、喔！哇，好猛、喔！中介满！等下，我要自己！好了啦！危机！不要出去！哈哈哈哈哈哈！不要出去！出来了！哇！脚掉到头了！音乐开挖，音乐开挖，音乐来吧，就交给你了。音乐表示我怎么开始尝试痛苦？哈哈哈哈哈！这个地方根本死不下了。好重哦！我也觉得这次考有点重哎，怎么回事？哎，其实是不是这样子他就出不去了？他出得去吧？他出得去啊！他可以打，他可以打，会打慢的。哎，不行啊！这吃运气游戏，我心都碎了。这哪是吃运气游戏啊？你被困住了。哎呦！底怨哦，底怨的怨念很深呢。你就把血弄掉。上一场的报复。刚刚怎么笑我的？两次。换我来弄你了，我大悔哈，我大悔哈。哎，我一年到了，白痴。啊，你下去好了啦。电梯向下。一起粘啊，一起粘啊。哎呦呀！哎呦，他走到那个喽。啊，我踩到了。没事，还有。哎，
哎，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哎，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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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赶快，差点就跑掉，差点就跑掉。我们全部都被困在这。拿剑，你们可以拿剑砍掉啊！没有剑，你没有剑，全部粘住。我决定把纸爽都丢给伙伴好了。哎，不要水！哎，谁放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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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水了，没事。他粘着，他粘着，还粘住，还粘住。你可以隔一隔再放啊。哦，这个很好哎，可恶，我也勾得到。遇到这种地形，那个真的没办法。你想不想？你想不想投降？想不想投降？两魂走。对啊，不行啊！我刚刚看我旁边什么都没有。有啊，你其实刚刚可以摔死的。你这是高山，你叠高高啊，没办法摔。对啊，你可以叠高高。没有，你刚刚不是有拿方块吗？对啊，你有方块我啦。帮他盖盖子，盖盖子，酱油瓶盖起来，我盖起来，发现我盖起来很暗呢。请问你现在很暗吗？下面超暗的。好了，开天窗，开天窗，开天窗，来，开天窗，挖一个洞，挖一个洞，把自己关在里面。啊啊！谁打我？干嘛？我们开始比较互相伤害，敌人自己在打架，敌人自己，敌人自己打架打架了。刚刚莫名其妙，我只是说超近路，好，这样已经沉默了。打进去，打进去，打进去，我打进去，打进去，打进去，没上去啊！我还有，还有，还有，还有。你要自己人啦、啊！你看到，你看到，你看到，波波陪你了。波波来陪你，波波来陪你。波波粘住了，波波粘住了，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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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开酱油。干嘛呀？我救你，我救你耶！Hello 你下来再扒我一拳，他是唯一要拯救你的人，你要打他。结果你还没有去感谢他，被毁了。好了，杰克，没事了。你这个洞掉进去，那个洞越来越多人了呢。小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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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小雨，去，小雨，去。我真的，天哪！哦，酱油辛苦了，酱油辛苦，辛苦了，可以出来了，可以出来了。哎呦，没有错，酱油表示没有游戏体验，你要攻击，没有游戏体验呢。这个真的是被黏到，这一招别用了。是的，等一下，下一轮开始。开始那个我们蜘蛛网了啊，变少，那个只剩两个了啊。哦，那就没办法这样了，被nerf了，被 nerf 了。我刚真打了唯一救我的人，臭白痴，打眼。杰克，好了，我还是爱你的。我讨厌你，我讨厌你。哎呦，邀请邀请，这场景似曾相识哎，我跟刚刚好像一样。随机随机传的，随机传的。这种场景好惨啊，基本上就。也是先少了很多纸箱。哦哦，不过旁边这个有点猛哦。这个打掉就好，先不要打掉就没有，先不要打掉就好了，就打一下就没了。嗯。哇，是小雨哎，好爽啊！小雨哦。哎呦呦。上课喽。然后偷看一下。不要那么好动，不要好动，可以啦，可以，可以啦，不行啦，我就好奇呀，你好奇宝宝吗？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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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哎，打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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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白痴一滴很少哎，那个是哪只的？白痴哪的？好不好？你们很小气耶！不要，他想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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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啊，我看不到路了啦！我就勾着一辈子，看不到路。
然后勾着，一个一个一个拉，一个一个拉，那你乱乱跑，不能，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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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危险，我要翻个，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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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的好的，回复一下回复一下，哎呦，看不到处，哎，别勾，危险了，小雨，危险，冲冲冲冲，小雨小雨，不要勾。什么没事没事，不危险不危险，再碰水会死，不能碰水啊！你会不能碰水，他亲我，他亲我，对，七月不能玩水，七月不能玩水，不能玩。现在有七月，那你就玩水。OK， 直接是错乱的。可以，不，我不玩回去了，玩回去了。有，吸吸吸，我吸。没有在很多水。卡，有啦！哎呀！我觉得我们海绵又哎呦，哎哎，我怎么反而被困？哎，你揍，你怎么敢揍我？哎，你怎么被揍了？谁揍你？谁啊？谁揍我一拳啊？人好好哦。我做到的。哎呦，我要上去，我上去。回来，我上去，让我回来。好，摔一下。我一直在拉下来。啊！太多了吧？这个左右来回怎样？开始哎，我怎么打到反线头？哎呦，没有啊，没有打到我。哎，打蜜蜂，打蜜蜂。哎，怎么是钢的？没有人在讲。怎么是钢的？我去打蜜蜂，我先去，你把它控制。你要打蜜蜂？你们太过分了，不可以。哎，你再打我就爆了！没打蜜蜂啊？哎，没打蜂巢，我没有打蜜蜂。你把你加来了，来了。哎呦，我血很满呢，怎么会这样啊？没有，刚刚你喝那个精力汤啊，所以你血满。有，这边还有。哎呦，哦，没事，不要跑，不要跑，小雨回来了。没有，时间是两分钟，怎么剩两分钟？好快啊！那我上去哦。哎，谁啊？倒水，水很赞诶，水很赞诶。是我刚吃错，被倒水好了。对，哎。我没有方块了，我没有方块了。我一而已啦，来啦！回血！你要是攻到我了，白痴哦！白痴腿哦！控制他！还水啊，跑走了。还水，遇水则发嘛。好，我们要发嘛，对不对？对呀。喂，到哪里呀？水哦，快点让它水哦，水哦，水。有，快点水我没死，你也别想死，我没死，而且我也不是最可怜的人，怎么不死了？
为什么？我刚刚看到他在丢珍珠啦，死了啦，他丢珍珠啦，丢珍珠丢到死，笑死。刚那个好像集体还魂会，还魂大会。很像，终于啊，对呀，好无语哦，哎呦，哎呦，哎，等一下，我不太妙的东西哦，我也觉得很多都不太妙，要不要画呀？哇，阿旺运气很好呢，没关系，就阿旺吧，他运气就这样，对不对？对，很夸张耶。喂，好，我站在这里啊！我一靠红红的东西，红红的东西，那里还有那个哎，那什么东西啊？那什么？我先去盖红红的东西，不行啊！等一下丢过去再。山路，对，来往嗨，我去岩浆，好，岩浆盖一个就可以了。啊，地狱门那边谁知道？地狱门那个有地狱门啊。有那个地板，那个阿旺，阿旺不要冲动。好，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开始了。哎，是谁说要跑走了啦？熊猫团，好远呢。哦，这很难，这很难走，我的妈呀！阿旺，你这个水平也太好了。啊，他往旁边是什么？我手，我的视角上面有鱼标。哎，他是不是想弄那个对对就不行？排除。地狱门会有什么东西？会有那个把岩浆弄掉，岩浆快，岩浆快，没有岩浆，危险，没有岩浆，没事，那就没事，那就没事。别闹了，不要睡了，别闹了，别闹了，送他下楼。我在远处勾了他，我在远处勾了他。应该一格放就好了，一格放。哎呀，哎呦，他手都看不到哎。这是视觉干扰，视觉干扰。对呀，视觉干扰。有了，那应该就可以了。我好像被揍到了。谁打他？哦，我被揍到半血。怎么会揍他？哎，我怎么？把他关进洞里。这个很过分。阿旺你好。阿旺，我跟你说哦，你现在有多痛苦，我跟你越就有多快乐。我其实觉得还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嗯，为什么？因为我这边他可以压自己啊，他可以用沙子压自己。哦，对，他是沙子。我们有铲子，你知道吗？挖挖掉，挖挖掉。不要挖开，旁边不要挖开。一格就好啊，舒服，再来。他开店了，他开店了，开店是什么啦？开店，开店，罗巴开店，罗巴开店，我看不到啦。Shut open for VIP， 白痴。Only for VIP， yeah。Mama got you now。哎，是我打的，我怎么打的？我怎么打的？哇塞！哎，啥？嘿，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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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的线居然没断哎，好扯哦！你上面都盖方块，谁呢？我要勾下面到你的脑袋了。欢迎来到 VIP， 欢迎来到 VIP， 好难哦。好几个人跟他挤在一起，调动就他 VIP， 调动就区，这是调动就区区了哎。完成看画面呐，已经看不到，只看到一个白色的框框。这个线居然还没断哎，好，他挖开了，他挖开了，接下来跟他重叠。跟他重叠，酱油，你现在很开心是不是？酱油 Q 给你个石头，酱油现在是守门人，好爽的，他现在已经是大魔王了，酱油开心了，酱油笑了，哇，坏掉了，真是一览无遗耶。啊天哪！我不是魔女，可是我好快乐。他全是防刺杀专线的。我哪一个？我要帮你补回去，我还有方块。我还有，脚下铁矿哇！你摸到铁矿了，哇！哇塞，你好幸运哦！你可以来给你奖励。啊！干嘛？底下到底发生什么？你没救了，你没救了，你没救
啊，你有救了，你有救了。哎、欸，卡住了！哇哦，哇哦，你在游泳哎、欸！你不是校长哦，你是吊钢丝哎！我的天哪、啊！哎呦，哎呦，哎呦，你不见了？阿忠不见了？他丢珍珠吧？哦，他丢。他挖哪一个啊？他要挖哪一个啊？不是丢我干嘛？哎、欸，掉下来真的是再见了。我跟你讲，阿旺，放弃吧。刚刚我掉洞的时候，我一直在沉思，我要怎么逃出去。后面我发现还是放弃吧。那我还是好好欣赏我脚下这两块铁矿啊。精美的铁矿。太白痴了。哎呦，这上面钓鱼的。我在钓蜜蜂，然后钓熊猫，吓掉了！哇，你好准啊！你好会丢哦！哇，有刺客哎、欸！好强哦！送到你背后、欸，埋起来了吗？把我打掉！啊，下去了，这次彻底埋起来了。哎，好黑啊！啊，楼上打起来，楼上打起来了。就是、啊、呀，洞太强了！我真的是掉洞就没救了、欸。对，怕让你们掉洞了，你真的不能停在原地，黏到就完蛋了。一直动，一直跑，一直跑。我刚好走到他前面，黏到他。太强了，完蛋了！剩一个网好不好？剩一个网子，剩一个网子啊！好好好，剩一个了，剩一个了。哎呀，对啊，我们国外的没有想到这一招、啊，我手有种捕兽网的感觉，你知道吗？差不多。等一下，会觉得很可怕、啊。可以送我们出去吗？哎、对啊。有哎、欸，可是这很赞哎、欸！哦，我觉得我完全被碾死啊！可是你如果。过上去你就很爽了，认真说。可是你不是很快吗？前面超难跑，因为那个钓竿超多，超多啊，超级多。可是你不是有方块吗？是有方块啊，就一组而已啊，很少。不是，他往上叠就好了。没有没有，就刚刚讲，刚刚讲你叠两三个就被拉下来，叠两三个就被拉下来。哦，嗯，杰克，爱惜生命啊，没错。杰克，宝可梦，不要爬太高，很危险。宝可梦冠军 ，Pokemon 下来了啊！吸到上面，哎呦，啊是谁？错了，谁偷拉火？哈哈哈！哇，我没了。Pokemon 哇，他记这个猛，我要来这样做了。有，水，谢喽。啊！什么？他你们是不是说好分东西的？哎呦，没有。那杰克，等一下那个。哇！我考虑。你考虑个头啦！因为我可能等一下一关换你嘛，对不对？仁慈一点这样。好妙。也来到我们最后一个 Bobo 了啊！好好，蜘蛛网可以多一点吗？哇！哎、欸，崩破也很棒、欸，不要是甲骨吗？很棒啊！他直接往下掉就好了呢、欸。他直接往下跳，我们就直接输了。那我们去下面吧，好不好？对吧、啊？平地开下面、啊，我们先来下面了。你要自己看我们上来，这样子，想办法上去，这样爬山喽。我刚才也是在峡谷底嘛，对不对？对对对。我可以帮我解决一下。那个玩数字、嗯、，OK。开始学习巧克力教会给我的，你是不是在哪啊 ？BOBO， 哈哈哈哈哈！哎呦，宝宝，爸爸，哇，我觉得我受大家欢迎了，自从入学来，杰克等于是万人迷耶，对，我们每个人都想给你一封情书。总算有一次不是大家在追杀你了，我不能救你，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啊！不要直接送我的蜘蛛网，蜘蛛网，等下只能用一个啊，用一个就好。好，下来，这么远，有点危险呢。宝宝，你
在哪里呀？不是跳，我不是跳。你要去哪？你要去哪？跳完了，跳完。你要去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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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完了完了！连到连到，快点快点！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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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来呀！你怎么往这边跑？你要去哪里？你被 Kidowi 水水水水回来嘛？啊，不要水水回来！你知道？等下不错，等下啊，别太高不好啊！这个完全看不到了。够他了，看不到都为什么看不到？看不到？你要去哪里？要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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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掉，打掉，帮忙打了。太逗了啦！哇，有回马枪，太夸张了！有狼刚好，狼伙伴，运气太神了！哎，我不用打你，你干嘛？哎呦，哇塞！太扯了，太扯了！哎呦，回来了耶！回来了，耶！哇！好有狼哎、欸，好幸运哦！怎么会这样、啊？最会死的 BOBO， 你是不是在雷啊 ？BOBO， 好运波波，完蛋了！我仿佛听到巧克力的在跟我讲，你是不是在雷啊？回来理他，回来理他，回来理他，好理他吗？好好好，精怪要回来哦，嗯，回来，空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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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白屋。等一下，那个怎么还在倒数？再打一次啊！再一局，改成追杀他，好啊！追杀。哎哎哎！你们想私下玩，我是不知道啦。你们私下看嘛，就随便玩都 OK 嘛，对不对啊？难怪隔壁笑的人，等一下是谁啦？谁啊？我被打了一下。好，经过大家这样子，上课课程结束之后，大家应该更能知道说要珍惜生命，要保护自己的啊、哦。嗯，然后我们刚刚成功守护保护者的总共只有四次，哦，然后我们失败的也是四次，一半一半，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好，那其实呢，前面跟各位说，我们那个奖励啊，独得什么的，其实。哎、欸，不要那么坏，每个一个人，每人先发一组钻石，好不好？哦，一人先一组。然后呢，刚刚成功逃脱的另外再给一点奖励啦，这样子。耶，奖励钱？没有没有没有，太贵了吧？太高级了。所以第一个是我钻石都给32颗，耶！哇哦。好，第二个是繁星，耶，32颗。第三个是团团，耶、yeah. ，32颗。最后一个是杰克， yeah. 没错吧？应该没错吧？不对吧？还有波波，还有波波，还有波波，没有，没有，波波是失败哈。对对对对对对，这样。没有，这是我们保护波波失败，保护波波失败。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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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箱作业。哦，更正一下啦，我们成功保护那个人的大概只有4次，失败5次。我想说，你刚刚那数字好像有点奇怪。你刚刚说，刚刚波波不是有吗？这样子啊、我们这堂课其实不及格啦、哦、各位要好好回去再自习，好好保护，想办法保护生命，珍惜生命。老师哪一个自习？就是爱惜生命，对。刚刚团团嘛，再来是杰克，耶、yeah. ，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是波波，耶、yeah. 啊、oh.。Oh. 好啦，同学下课啦，记得要好好珍惜生命啊！感谢感谢我的爸妈，我要用我这个钱去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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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券，去买彩券，我买彩券，买彩哎，对，你求求重置啊啊！你们身上的东西，那个刚刚这一轮的，记得自己丢岩浆了啊！哦，好，可以，好，嗯。老师，我学到你为什么都会买19号？跳楼10块很多。你要跟我讲这边呢、啊？
欸、好吧，我们不要先不要买，先不要买。没有，他还没充值，还没充值，别，我还没，还没，还没买，还没买。我的钱，有人买了，里面有人买了。你从箱子自己拿十五块出来、啊，自己拿，你自己拿，你自己拿。老师，箱子啊，两块都不见了。啊啊，什么？买了两次，是不是？啊，哎呦，抓出来了，吓我一跳。箱子在哪？哦哦哦，前面，前面，前面，箱子啊。里面有十五块。谢谢老师。好白痴哦，笑得我好累啊。OK， 啊，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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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里啦啊，这里啦，两张嘛，对不对？我记得。嗯。哎、欸，我刚刚想了一下，啊、我们每个人死法被推到，没有重复哦。我们没重复，每个死掉都没重复、哦，很刚好哎、欸。死法都不一样。哇、啊，死法对死法都不一样，都完全不一样啊！但是基本上，很多几乎都是跟怪物有关，就是生物啊，生物生物对。MVP 不是铁巨人吗？啊，对的，MVP 铁巨人。哦，铁巨人可不止杀八个哦。铁巨人很扯哎、欸，啪啪啪，那封起来连自己人都砍哎、欸，超扯。好扯。超夸张的。我可以来改讲哦，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好好聊天了，太棒了。我好多话想说，什么意思？你可以开始说了，你说你说，我们给你五分钟，你可以讲一下大纲，你想讲什么？哦，我要从我们那天，太快了，所以是，请说啊，那我要开始说了哦，就是我们那天有跟那个谁啊，跟那个姚，然后酱油还有。杰克，我们去吃香草猪，又是香草猪，又是香草猪，又是香草猪。反正就是我就是要找童文晨，你知道吗？你懂吗？童文晨 ，you know？ 童文晨，那天超好笑，说哎，你们一定要试试看，试试看。然后这样你自己说如何？我觉得不是很好吃，怎么办？我求他的童文晨呢？对，然后杰克雷，我觉得普通啊，就肉，没猪肉，普通是不是就是不好吃？还是没有？没有，你要正面你的心是好吃还是？它就是猪肉，没有，你这样子不对的。没有，它是有香草味的猪肉、欸，哎，它就叫香草猪啊，是香草还是香菜啊？香草它的名字啊，对吧？符合名字啊。然后你知道有一个超好笑的，你知道姚讲什么吗？哎、欸，等下没有，然后说这香草猪，下一句这薰衣草猪吗？薰衣草，开薰衣草猪。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讲，就说哎，开薰衣草怎么来的呀、啊？他就然后包括他的故事，然后姚就说哦是哦，哎，我觉得薰衣草猪还猪，薰衣草哦，我看薰衣草猪，嗯，好猪哦。好吃耶、哦！哎、欸，我觉得太多事情可以讲，我们已经两个礼拜没有好好讲话的同学们，我们放了个寒假哎、欸，真的，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放一个寒假、欸。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忘记我们的感觉，啊、我们去做核酸检验呢。嗯，我们隔离耶，刚好，哎、欸，隔离刚好两个礼拜，两个礼拜。还记得我们两个礼拜前在干嘛吗？哦，游泳，快点，游泳，游泳，对对对，游泳还没结束，阿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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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啦，你老板的游泳，我被老板，突然想起来了，突然想起来了，我被老板揍，对，好，尾刀别人的游泳，对我仿佛突然记忆全部涌现在我的脑海中，两个礼拜的记忆都回来了，隔离前的记忆真的突然回来了。醍醐灌顶，完蛋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盖我的房子了。原本在问说，上那自己两个月前到底在干嘛、啊？原本一点印象都没有，一讲尤伊突然想回来了。哇，到尤伊了，我不行了，我不知道怎么盖房子了，我去打。你先打尤伊啊，等下再想。啊，我先打副本好了，先打副本。哎、欸，各位记得带翘刺啊，什么那个记得带一带啊。好，要、啊、钓竿嘛，钓竿。哎、欸，那是不是？那边有点了还是怎样？啊 ，KTP 我了 ，KTP 我了。哦，你已经到了。好。对，那跟着走到走就可以走到了。有，谢谢。你这是押韵。跟着走到走就可以走到了。跟着走到走。这里竟然有一只笑，一只笑，一只。哎呦，有。干嘛？我哦，是这里哦。哦，我没有长翅膀。哦哟。但是啊，那好远。我没有气，没有烟火了。没有烟火，这里有。波波，你怎么在空中啊？白痴，我要钓他，我要钓优雅。
你要吗？这很正常吗？那我是不是要先去主世界预备啊？我要回家。对啊，你在那边等吧。快到了，快到，快到，快到。有了，有了，有了。烟火，快了，快了。等一下，我看到。我有钓到，我钓到，拉拉拉，有一只快进喽，有一只快进喽，我拉满弓了，哇！上次我让你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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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回来，你给我走！还有一只，还有一只，这里还有，这里还有两只，两只就追，就追，还有人，还有人，还有什么人？还有谁没接？我还没接，赶快去主世界，赶快主世界。好，那去主世界。哎，他还掉。派掉速度光点二，哎，他是个好英勇耶，赞！是一个好英勇，可是你把他打死了。阿旺，好友谊，好友谊，好友谊。阿旺，我要碰你。啊？干嘛？你可以让我碰吗？碰啊，来啊！爬碰麻将，我可以干嘛？我可以干嘛？我要抢杠，我要抢杠。还是碰，够到了，够到了。可以吃吗？可以吃吗？再一只，再一只，再一只。请问有人是在平台上的吗？我烧起来了，他顶！哎呀，可以可以可以 ，TP 我，好，过去了，进去了，进去了，进去了，哎，过去了，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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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回去，我先回去，还有谁要吗？还有谁？我，好，杰克杰克啊，杰克杰克排队，杰克排队，剩杰克吗？还有吧，酱油也没有啊，还有我，还有爆爆，那你们都够，爆爆杰克，都可以啊，只要杀死他就好，爆爆杰克酱油吧，三只，这三只，团团，你可以借个戒指给我吗？哦，好，你在哪里啊？你在那边啊？然后小雨要给我，好，感谢感谢，给你三根。哎，这我们是不是已经抓到那个钓鱿鱼的诀窍？我们上次怎么？你不要乱讲话，你不要乱讲话。没有，是我们刚刚在钓人。钓出新的，钓出新的。你看，人那么小只，鱿鱼那么大。哦，那我们是很厉害。这好像还没生呢，要等它生一下。就岩浆那下面那里有一只，跑来逛了，跑来逛了，跑来逛了。哎呦，刚那两只是一起生的啦，刚刚那个被小玉打的跟这只岩浆下来。我把慢慢慢慢引过去，我把慢慢引过去。好，小乖乖，把它引过来，然后撒给啊。你就在主世界，你站在门口的。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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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哎呦，快飞走！我是觉得有难度哎，我第一次钓这个。哎呦，就是你要盘旋一下，对对，拉呀！啊啊！火鸟，他很火呢。哎呦哎呦哎呦！有人是中了岩浆去了。我好烧哦！哇，脚疼疼！哎呦，激动鸟，快点，我要激动鸟。他是看谁啊？他看我，他看我，我在现在在另外一个方向。左边还有一只，左边还有一只，还有一只。好，去左边那只，左边那只。我去隔壁，我去隔壁泡水了。等一下，我烫火。他为什么一直飘过来？不是应该往后面飘吗？他不是看那是谁啊？他喜欢那个岩浆柱啦，岩柱，岩柱。哦，算岩柱啦。啊，没勾到，没勾到，没勾到。哎，上面还有一只，上面。对，刚才有一只最上面的地方。哦，我真的是断掉了，断掉。我真的不是一个很厉害的钓鱼游艺高手。哎呦，你是钓鱼天才。他过来了，他过来了。啊，过去了，过去了。拉一下，拉一下。哎，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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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好飘，好飘，好飘。哎呀！体验中的。谢谢宝宝。哎，没错。来，有了有了有了！谢谢宝宝。来，你来了吗？掉了是不是？快了快了快了！来来，为什么？为什么？来啊！来啊！拉拉拉！哎，杰克快去！哎哎哎！啊，没人够到，没人够到了！飞走了！加油！来，我死三十次了，他被那个卡住了，他被那个玄武岩柱卡住了。看我，岩柱啦，岩柱不能去厕所，他没有死。什么？来来来，哦，有有有，啊，快掉下去，啊，快掉下去！哎呀，哦，这样，哦，我们是陆地部队，天空部队靠你们了。哇，他下去，他下去了，不要钓竿都要爆了。你还要吗？哎呦呀！没有，我去拿。我刚去繁星很会啊，可惜没拿到。然后去拿那个抽的。他换这边了呢。
啊，断了，断了，哎呀，断了，没有人，你们要跟我去叫远方的，远方在哪？他竟然在看你耶，对，他在看我，那我好，那我去那边，绕绕绕，好远哦，这边是真的有点远，真的，哎，对，尖刺要拔掉，有尖刺的，有尖刺的。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等等等等等等，我没穿金装，等一下啊！啊！被打了，被打了，被打了。他被那个猪布林打了，原来是猪猪兽吗？被猪猪打了。哎，有一只慢慢飘过来了，还有另一只，还有另一只慢慢过来了。还有另外一只，快快快，都快去快去快去！哎，别打我啦，白痴！哈哈哈哈哈！打我！怎么了怎么了？你在模仿他笑？打到另外一只了啦！哎、欸，有一次火球直接往另外一只鱿鱼脸上砸上去。哇，那只很缠，在缠斗哎！他看我，对，这只很厉害哦。现在冒绿烟了。对啊，他绿烟。你再高一点，不然我没办法把你拉过去啊！哎呦，快，我把网上拉。哦，火火掉到这，但是，啊、哎呦，前肉岩浆。对，他下去了，再拉高一点，再拉高一点，可以可以可以，这边过去过去，哎，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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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掉了，杰克我拉，你有拉了，好，哦哦哦哦，岩浆上面很像有一片羊毛，哎呦哎呦哎，来来来，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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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快快，这个combo combo，有拉着我拉着我拉着我拉着，起来了，哎，北汽有啊，我拉了我拉了我拉了，拉下。我拉请他入座，他并不入座呢。哎呦，你又上去了！哎呦，他又飞走了。哦，气气气气气气！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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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再回家拿一把钓竿。我有，我有，我有，你过来。啊，钓竿！啊！哎呦，远方有一只，远方有一只。我看到有人接手，有人眼线接下去。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棒球选手，陆三球。哎，这边超多，这边超多。哪边呢、啊？这好远哦，太远了！天哪，试试看呢、啊。岩浆那边是还有一只的、啊，我要先回去回血了，露一个脑袋。在哪里啊？他在，哦、他在泡澡。对，岩浆澡啊！哦哟，看到岩浆澡。我会要先回去，我去想办法引他好了。这里哦，乖哦。你不要再泡了啦！你再泡，你等下脚烂掉。这里，这里，这里，脚烂掉，泡好久。不是啊，泡澡不能泡太久哦。皱皱的，是不是？对啊，对啊，你皮会皱掉、啊。哎呦，他是不是整个潜进去了、啊？对，他整个潜进去了。嗯、哦，我要回去回血了。好，阿布，没事啦，就死一死。哦，这边有一只很近。我刚才上那个叫珍惜生命的课，你现在被逼去死，难怪，难怪你死最多。对，我，你在哪？根本不知道你在哪。我，你们，我在旁边，我在旁边。啊，死一死就好了啦！啊，死一死就好了。哎，刚刚不是说死一死就好了？哎，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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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次来了。要回血的可以先传我。好，可是他好像在瞄我，嗯，你再靠近一点点，啊，我真的要传雨月了，过去了，我要死，再靠近一点点，他看谁啊？他在看我，他在看我，谢谢，你要反方向哦，好吧，好了，回去吧，可是我没有，因为我翘字不见了，你啊，翘字不见，不见了，哎，好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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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到了，够到了，哦。哦哦哦！哎、哦，你刚刚有没有吓到？那个脸那么大，刚被吓到。哦，他看，啊呀！阿旺，你要翻回血吗？然后在，可是这是好近，你先帮忙清一下好了。等下再看看。啊！那雨月就先回来了。对啊，对啊。噼里啪啦！我刚刚火球喷出来。对，火球会喷出去哦。进来。给我，我过到，过到，过到，准备了。我过到，过到，过来，过去，过去，过去。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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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有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真的。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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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都有了吗？宝宝，宝宝有血吗？在哪？宝宝在哪？宝宝没血吧？宝宝没血。宝宝，你先回去补血。这里还有，这里还有一只，可它在很外面。哦，好好好，我们过去调过去。宝宝，是陆地部队。宝宝。你要先回去回血，或是去回去回血，然后等下去另一边先等，我们拉就好。嗯，有在家吗？没有，我回来了，一直就跑了，跑一下吧。还是，或者是你直接我被火鸟了，你直接去那个，我可以，你快过去泡水。他快到了吗？还没，没有，远，我刚刚拉得很近哎，我不是妖异。哎呦！啊、哎！他是在看我、啊，那我过来一点好了。好啦好啦，哎，那个门小心比较坚固，我来连砍、啊。不用连砍啊！要过来跟你说了。啊！来往外飞。我在这里。有个小技巧。嘿。就是穿过妖异。再勾他。就是你先飞高，然后慢慢滑翔，然后穿过乙友，乙友之后再拉。我来啦！准备了，准备了，打啦！啊！这火球一直在飞过去，好好笑啊！火球超可怕的，我不敢离门太近。你先穿过去。要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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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Go！ 快！他拉越来越下面了。搞鬼了！够不到！啊，我往后退，他一直在照着。勾！哦有，这可以哦。差点勾到哈基了。勾！哦，你真的很会呢。好勾呢，勾呢。你很勾啊！勾！哦有。宝宝准备了，宝宝。来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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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了！哦，完了！射箭，他需要人家帮忙按吧？就哈基旁边那个设施啊。那他需要人家帮他按吧？来，等我先，让我先射，让我先射。好，你先射。好，你先。这个不是我拆掉了吗？拆掉了。是。建筑的时候拆掉了。那就重新放下，就做一下吧。那个，因为上次刚好在用别的东西啊。不然就拆旁边的这个就好了。游刃有余。射箭我也还没有用，5%机会有力量二。哦，来看看轻松高手，还不够哦，看一下我去几点，有方块吗？那个还是直接拿那边的那个先用，那边不太好用。我看一下我家里有没有方块。好，跨技雷。挂吗耶？左键直接点嘛，对不对？左键直接点什么？嗨波波，嗨，那个专精，我其实也还没点。没有啊，就没有打指令，打指令。第一个有讲，可以看一下是怎么打。没事，我八吃。我，你说你八，我八吃，八吃。拔牙齿，小雨，东风系嘞？你看，剑拔哦，在那边没有剑拔。我刚同时看到阿旺跟小雨都站着不动，我以为是我看不见。没有啦，在挑东西。好，交给你了。来，你要称分吗？我不称，我想称。但我时间可能要调长一点，更快。称分。我太不了那么多人。嗯，这样子有吗？是哪一个那个？哦，我知道了，白痴。请问我可以偷渡吗？他刚讲了，没办法带那么多了。我不知道啊，我觉得我没办法带那么多。
那我远处看你们好了。两个人搞不好有机会啊。还是你蹭好了，你在干嘛？跟他借装备。有啊，你放好了吗？你装备够吗？够强吗？我看一下，这是会爆的哦。是要射在那个上面嘛？对不对？射在正中间地板门的中间正中间。对，你在射跳上去上面。你在上面射，应该可以吧？上面射比较好射。然后等一下我们帮你打开它，就你打攻击5倍，血量16倍。哇哇哇哇！那我就我就跟你讲啊，你要小心了哦。好，我会。反正就是你不太被攻击到了，人老了就很痛，瞄不准。有了，你就多射几箭，多射几箭。哦，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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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阿凡先要玩吗？就这样子哦。可以啊。所以这个是出发了。这是怎样？我其实没有看懂。就是你先射一堆，先是狂射、猛射、狂射、猛射，一直射一直狂射啊！抱歉。抱歉，哈哈，好色，跟我一起色啊！没有，个人色个人的啦。哦，个人色个人的。我的弓啊，这把弓有火哎！你看，你可不可以用其他弓比较好的那个？不是说用弩吗？可以拿弓，不要用弩。不用弩啊，弓也可以啊，用一般的弓就好了。对啊，刚好没有一般的弓。我要讲双翼是吗？后面给你。哦，这怪物量正确吗？我不知道哎。好像是哦，正确。那等下我有弓借我。就射中间，就射差不多的时候就跑远一点，然后我们帮你打开。对，哇，可以了，等我一下啊。好，应该我们不要靠近哪，打开了，我们用那个弓箭射。等我一下，再让我跑个108000里。可以了，那个可以的。好了吗？有了，有了。可以阿旺一点吗？好。射那个地板门中间，哎，坏了！波波，你这弓坏了，所以你这弓坏了，公主拉不费，决定胜负哦！我只有这个燃烧的，也可以啊，可以还是可以，只是你就反正你就射中间，射多天一点，真冷的，嗯，应该够了吧？妈，我打死够了就跑远一点啊，差不多就离开，对，好的，再远点，再远点，再远点，再远，再远，再远点，再远点。哎，他变瞄准了。哎，没有中哎，没中，够远，再试一次吧，再试一次。好吧，还是因为中了波波，所以不算了。有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关系够远，改成瞄准。没有，他刚刚射了波波一箭。哎，那个 talent 然后 set 后面 ID 是打自己 ID。没有啊，上面数字啊，你按 L 上面会有写那个你 ID 数字多少啊？哦，对不起，爱你没有写，不要，你要讨厌他，你要讨厌他，直接拒绝，不要，不用举盾啦，你装备很烂是不是？哎呦，我想说他不用想说，真的不用举盾，好吧。这个要举盾还蛮难的，够了吗？够了吗？对啊，我到下个试应该够了吧？有了，哦，谢谢。好，拆掉了。我在，直接叫什么收剑？我赚了60根剑士。应该没有了解了，拆掉了。掉。好，再拿一个。我竟然我少解了什么？啊，白痴！狙击手对决吗？我狙击手对决解了。我肚子饿了。一箭双雕。剑双雕应该还没多少解，比较麻烦一点啦。解的吗？我好像解了，是不是？没有没有，解了。你解的是去年的产物吧？哎，有吗？看一下，去年它是麦块吗？还是冒险的冒险类？还是你那个时候尝试想解没解成功啊？对，有那时候要解，好像我看一下有没有解到。嗯，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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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是这样。哎，这僵尸还是偏棘手哎。僵尸硬的，酱油快，我们时间不够了，酱油。我在砍呢，有你冲！帮我看我这坨吧，我这边还有钻窗的三只在这。去修装备，那是修装备。好，我先打打唱片好了。哦，等下我来试试看这个速度流。欸、速度流，啊、你要那个、啊、看安德就可以了。好像太硬呢、欸，偷、啊、看一下你们，看安德就可以了。你们剩下几个、啊？20秒，17只。
哇，有点难呢、欸，有点难。哇哇哇！哎呦呦，我们下个月哦，什么？可惜，太硬了，太硬了。嗯，对啊啊，太硬了，太硬了，好硬、啊。干嘛？他听到一下，干嘛？没有，我都听到哇，就洗哦哦。对，战友，你一刀多少啊？我不记得呢。你可以打一下村民，村民，哎，看你要打巧克力还是打木块还是打哈基啊？都可以，都是工友跟你讲。啊，我好烧！哎、欸，没有，我问一下哦，那个速度流要不要跳杆？不要跳杆，平砍就好。3600以上。哦，只有186哎。哇，太可惜。等一下，我好像还繁星呢，繁星。我看一下哦。拿捏一下，140啊！我跟你讲，我一刀是你们七倍，哇，太扯了！那个想玩速度流的可以过来，我刚刚可以凑到4000多趴。哎呦，那、哎哦啊、那等我一下下好不好？好，等你等你。小团团，你要不要那个一张拿起来？我这边放一张。好啊，我们可以更快，快还要再更快。对呀、啊。摩托还要哭。我一张，哎、欸，你怎么在这？我要哭。没有啦，我拿花啊，因为我突然想到蜜那个蜜蜂，哦、对对对，要花要花，小花，不然还又要变成那个战斗陀螺，战斗陀螺，战斗陀螺不是那个吗？那个妖修，好了，团团，你要不要体验一下攻击力20的剑？攻击力20，要不要玩看？我看一下，哎，像你说你这个，哎、啊，我看一下 ，Hello 小雨，嘿，你这个打我看一下是加多少，在这里吧。随便打应该都50-60啦，453。哦，你的这是我的两倍耶，对吧、啊？你好夸张、哦，你可以拿去玩玩，人家再还我。好，那我这个先抵押在你那边。抵押。等一下，万一我这个不见了，你就嘿。血量时间，我先把可以的放在里面哦。好，好，差不多。等我一下哦。哎呦，大家都很想要速度哦，好好讲哦，速一下啊，还要哭啊，怎么了？我，你们怎么在说？哇，小雨，哈，你看什么东西啊？你刚刚怎么样吗？怎样？刚刚你飞走一大堆，跟着你顺走、欸，哎，哎，我已经盖掉了吗？那就5200啊，来5200啊，哦，因为刚刚那个啊，刚刚那个有一只在很远的。嗯，我已经准备好了，强十攻。没有，你要看着、啊。我来了，我来了。哎、欸，啊，都进来了吗？啊，就走了。好，我来打强力卷。哎、欸，怎么了？哎、欸，我靠近没看到精英怪啊，应该被消掉了。刚刚被消掉了，被刷掉了。那然后他的掉落物在地上。哈？欸、好赚哦！哇，也赚耶！哦，经过好吧，消失很绝望。但看到地上有东西，哎、欸，所以都好了，那我按咯。战友呢？卡住了。战友打过了，战友打过了，不能打。嗯，安德是不是卡住了、啊？你要看他，然后跑去那个地方。你要对着他。你要在哪里？我这个那边不是有一个洞吗？你要从那个洞然后往外看。我看他怎么瞄啊！你要看他眼睛，你要看他眼睛，看他把揪，你没有看他把揪。你看他身体，他不会生气。对，你要看他的眼睛，你要跟他心灵交汇。哦，他就最后打然后走。哦，每次看到这个就是。哈哈。哦。我看到你这个有办法一刀一个吧？哎、欸，可以啊。哦，好快，中间好好晕，我好晕。好快，好快。不是对着角落打吗？对啊，对着角落挥就对了。对，耶、yeah! ！我怕打对我。没事，我们守角落。我这里一人一个角落，我没有角落可以打。站中间，站中间。啊，龙脉爬，龙脉爬，脉爬，脉爬，哎，没了，剩四个了，差不多了。剩下蜜蜂，还有一只僵尸，还有一只跑一跑，还有一只僵尸苟延残喘，顺顺顺。啊，没有强力卷，开心，开心一场，开心有卷吗？没有卷，没有掉卷啊，对，没有卷，没看到，好难过哦。洗出什么？开心，低率吸血，哦，还不错哎，没有卷，四一卷，
百颗钻。嗯，现在几点啊？半，还有准备。谢谢。好，有广告啊！我想去做那个，我要养十二只，哎，十六种颜色吗？的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有十六种颜色，妈妈十六种颜色。不是妈妈十六种，这种东西可以有染色的啊，对吧？应该不行。皮革有皮革的铠甲可以做，我那天去查。哦哦，可是那个妈妈不能弄皮革铠甲。对啊，妈妈只能放鞍，对不对啊？然后前面有那个嘛，然后拿杆嘛，吊杆，对对对。你知道那时候，就是那时候我跟买皮革不是聊那个皮革铠甲。对，这是马的，听起来好像有点惊奇。马的，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啦 ，horse， 对。然后我们不是有南方巨兽吗？对啊。然后我们想说，要不要去抓个东方巨兽、北方巨兽、然后西方巨兽？然后波波就说：“哎，那要不要再凑个中方八百巨兽？”然后变成那个我们用马打麻将，一桶到九桶，太多吃。然后你把那个什么中发白拿出来，就说大三元呐。你还也不像公，我还叫警察来抓你那个诈。好啦，1919一起了啦，口是无双。笑死！哎呦，我的工作太……哦、，What the fuck，Garena？哦，那个多多要突然跑出来，你要不要跳出来吓死？他叫你克了啦，克了啦，没有啦。你以为蜜蜂造型很香吗？我并不会克。那个优米蛮可爱的，破格我也蛮可爱的。啊，我已经脱离 LOL 一段时间了。我也是，我也是克。我没有。我没有啦。钓鱼会钓到钻石砖哦？好像没。有几率了吧？低几率，超大，快一颗，是不是该钓鱼了？哇塞，你好像蛮欧的哦。低率哦，我只是想说我要去养个猫，然后钓个鱼。牙齿钻石了，哇，钻石了，哎呀，我记得它低于1%吧，我记得。哎，还低于1%，好扯！你赶快去抽那个什么泡芙啦，什么抽得到？我抽不到。哎，我抽到嘞！我不想知道，好讨厌，那个感觉。三腿，你好讨厌，好开心，好讨厌，好开心。你们情绪有点障碍，好很复杂。你刚是猪你刚是引进猪叫声，刚是出现什么声音？他的声音好像很嗨哦。对，你好像太兴奋了哦。这是我学我姐妹的好吗 ？Respect，Respect。哦，你是说那个就是有钓竿，然后只能那个的嘛，对不对？放鞍的那个啊。OK。哎，那拍谁哈？我敲门姐，这个在。那个什么树，我们的伐木厂旁边这个是谁的建筑？好好奇。我啊！哦，原来是你的。我家吗？不盖房子，我觉得今天笑太多了，不知道怎么盖。可是我哦，我以为你的房子就是社办、欸。社办？请问社办不是中间那一间吗？对啊，社办没有社办不就是社办吗？哦，我以为你要睡社办，我跟你讲，哎、欸，我们高中很多人都流行睡社办哎，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高中就可以睡社办吗？就偷偷来啦，偷偷来的。啊，有开冷气吗？不是会被抓？没有，他们没开冷气啊。他说我开24小时啊。应该要开24小时吧？那太夸张了。对啊，啊，反正学校的钱又不是我出。不是，你开冷气不会被学校发现啊。对，电费太高是不是？冷气卡要自己储值吗？对啊，哦，没有，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们的那个什么管乐社是没有的。哦，就跟我们上那个电脑课一样啊。我们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电脑教室啊。所以没有第二只马哦，村庄里面上次是不是被炸？有驴子而已吧。就那你可以帮那个隐形的座椅套上椅背啊，对不对？可以套吗？隐形的翅膀。
可是你可以坐，你可以坐上去按一，应该打开他的东西吧？打不开，打不开，不打不开吗？座椅上的时候打不开包包。哦，你说绿字吗？不是啦，没有没有，我们的座位啊，那个我们的新那个隐形的绿隐形的新座背。你要拿几次逼格啦？啊，先生，我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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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人话啦，先生，先生。关神啊，千神，关神啊，这里的，完全没有意思到台湾。对啊，完全没意思到哎，我的天哪！酸呐，千是酸神吗？先生啊，先生，千他是用那个千千手的千呐，对，我知道啊，他念酸神啊。千神，我刚刚是泰国人，先生。哎，你这样，我觉得很好，没有，危险了，没有，你这样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哎，对对对对对。这仅代表那个 Bobo B O B O 先生。对对对，哎，我是尊重包容的。OK， 我就是为他们感到骄傲。骄傲。哎，这边怎么有一只发亮的 Boss 啊？对，发亮的羊。发亮。羊。羊。哎哎哎哎！我被你不把他杀掉了，可是他刚发亮哎，一只羊。发亮哥是就是我在测试东西，不要理他。哦。那他这是精怪了呢。那有可能也是测试啊，你不要打，我打就好。我先打咯，我来啦！刚刚讲到冷气卡，哇，你们有一些人也太猛了吧？他们有人说他们电机科直接自己改线路，然后就有免费的冷气吹。哎，这个是我真的会有事吧？对啊，可是我是有事没错，可是我觉得你们也太扯了吧？去改线路？可以啊，电机科太夸张，太扯啦！做一些很神奇的事情。我们班是冷气卡上故障，就是放在那它没反应，然后就是，但冷气可以开。你先回去回一会啊，先回去回啊。是我躲一下，我躲一下，我躲一下。我只是记得那时候当总务，每次在那边要收钱，然后大家都很不爽，然后我也不爽。真的假的？啊，不是叫你们要吹啊，答应缴钱又收不起，很气耶。然后都要自己先垫钱，超。你要不要先回去啊？你快死了！哎，可是你知道。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是，我那个什么总务说收钱啊，然后全部人啊交给你给你给你，给我开给我开开爆。没有啊，就是收一收，一定会有那一两个就是在那边爱缴不缴。可是我很少在教室啊，你们都这样子一直吹。哦，没有，跟你讲，我们班那个时候之前是出现一个人，他是说我们要吃素就环保。吃素啊！这是个头啦，没好。我们环保意识要抬头，头我们冷气要吹，心静自然凉。那你叫他就是坐门口，出去坐门口，现在出去。好吧，现在我没有钻石，我没有钻石，我没有强迫你吹，来出去。你现在可以不用吹了，你可以出去了。太凶了。欸，可是夏天教室开冷气真的超闷，现在不行了，现在不行，欸，超臭哎，欸！对啊，超臭，超臭，那个门一打开，那个老师都会等一下再进来，来那个味道，我先让他晒一下，他们进来，哎，欸，窗户打开。对对对，窗户打开，我们等一下再关起来哦。管就是老师一进来说，哦，你们上一节又体育课哦，超臭的。嗯欸，然后你们有班上会有就还很喜欢用那个芳香剂的吗？报备吧，那个体育课完用止汗剂啊，然后全部都止汗剂味道啊。哦啊，然后我们还有汗臭味，对吧，啊？夹杂一点汗臭味啊。哦，最恐怖的就是这种了。可以试版本。我们班那个时候以前大概有三到四个男生哦，没就是因为男生班嘛，三到四个就是只要体育课，哦，然后就脱到只剩下内裤啊，我说傻眼。啊，就男生班都会这样啊。对啊。男生，然后有的更扯，有的就是还会把那个什么，就是他有替换裤子啊，他就替换裤子下来之后呢，然后呢就去水槽，然后把那个运动课穿的那个内裤拿出来洗洗，然后在那边扭干这样。哦，那个水啊，哦，真的是很臭，我不行哦。啊，他竟然换成女生嘞，欸！我觉得味道应该也差不多，还要看一下。你说还会变真香吗？我是觉得应该不会啊。我是觉得应该都很臭了。对啊，我觉得应该差很多啊。对，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哦，想到那个画面好母汤哦，太恐怖了，太恶，浓醇香，太恐怖，真的是浓醇香哎，我的天啊，仿佛有一头死牛在那里。死牛，死牛！哎，可是老实说，真的说认真的，就是
虽然刚进来是真的很臭，但是你大概进去大概三到五分钟，你真的就没感觉了，超可怕的。嗅觉就麻痹了，很臭啊！对啊，直接麻痹耶、欸，有够恐怖了。你的鼻子已经麻痹了，真没有办法。所以呢，就是到最后，到最后，我每次就是好班上体育课完之后呢，好，我基本上就是都不出教室了。不然就 reset 太痛苦了。对，你要 reset 了。出去回来就那个职务来讲的话，真的是总务啊，跟副班长真的是很可怜。你是说哪个职务？哦，就是哦，我刚才想啊，职务啦，吃素的那个，不是他这个想到也是吃素的。然后我们在讲环保的话题啊，你怎么突然提到这个？没有啊，因为刚讲到我那个啊，我总务在收钱啊。刚不是讲我懂你啦，好啦，没事啦，不要难过。你們至少不是所有人都觉得你好像从 A 跳到 B 一样。就是我至少也在话题上吧。有，你还在学校，你还在学校，还没离开。羊肉很贵，我还没有讲到羊肉呢。你在学校外面的一个羊肉卤很好吃呢，这样子。我的天！哎，没有嘛。欸、可是其实你刚刚讲到说副班长那个，是其实我觉得那个要看哎、欸，要看吗？老师怎么分配？对，看我怎么分配。因为有一些副班长是真的超闲啊，有一些副班长是真的忙到要爆炸。哈，我觉得副班长忙不忙取决于你们班的班长是不是废物。对，是废不废？除此以外啦，再加上就是那个啦，如果有像有一些班级会把就是该写那个给老师签名的那个。本质是蛮、哦、对，有一些结果都那个，有些是学艺啊。对，就是要看是怎么分。如果是给学艺的话，那副班长真的就是班长 carry 的话，哦，你真是爽在那边。谢喽，我全部都当过。完了，谢喽，我高中三年就是每一年都是有职务的。好扯啊！哇，你到底是人气王还是故人怨？没有，第一年就是那个高一的时候纯粹是衰，然后后面就是当了副班长之后，大家就是在投票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固定那几个，大家只是在轮流职位而已。哦，大家也不想得罪新的人，反正就是啊，你忙做的还不错，好啦，那你们继续好了，然后自己换一换这样。永远都是这样，真的基本上哦，这是每班的风气又不一样哎，好神奇。对啊，你们的是什么？我们都会换人啊，因为大家拖人下水吗？对，是不是、啊？我们班就会觉得说当的人很衰，除非他当的超开心，我们就会选他；如果他没有的话，就会换不一样的人这样。哦，那你们班人真好。哦可是我们就是拖水鬼啊，我们真的是拖水鬼，没办法。挥手爬爬，因为我从那时候就已经深陷挥手爬爬。你那个时候已经确定这个了，很远。小雨太开心了，原来你这么早就发现自己。我的天哪！团圆了。酱油以前也当过是不是？没有，我本来想说，其实当的人还蛮爽的，因为之前有那个我们那个班长，他当了好像都当了三年吧，然后就第三年啊，他就开始骑机车进校园啊，然后带东西进来吃啊，老师就说要记他大过，他就说没差，我当三年班长来给你记啊，反正抵消掉我还有一堆大功。哦，有一些是这种，可是我们就少了，就少啊。哎，不是固定都会有吗？就嘉奖啊，小哥。嘉奖，我们家也会有啊。会加。不是，我是说有这种心态的人比较少。对啊。我没上啊，你就记啊。他真的是后面说，反正都第三年了嘛，都大功也加不了多少分啊，还不如爽一年。也太邪恶了吧！我的心态很好。他们就是先苦后乐的人。他们。我辛苦了三年当班长，为你们把屎把尿，就是为了现在。哦，天哪！这就好像是，就是有一些当兵的，就觉得说，哦，我先努力一下，以后我要统领退休金。对，想不到现在的退休金已经不是像以前了。对，他没办法。老实说，当初这个设计的真的不太好啦，那个国库也一般在缴这个，真的是不太行，是不行。确实啦，就是稍微整顿一下也还行。对，但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提前停掉，那后面的
前面允诺的就是要继续执行允诺啊。可是我个人是觉得啊，是因为现在太就是太平盛世的关系，所以你会觉得说降是不合理的。嗯，如果现在是一个超级战乱的年代，他都在前面，就是可能就是他真的有生命危险或干嘛、哦，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合理的事情。哦，对，就是对于他的家属来说，至少是一个保障或者什么的。宝藏吗？我个人觉得啦，就是可能最当初的是因为那个当下的那个环境，可能是那个制度啦，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有那个制度制定的环境是因为那样，后来是因为现在比较和平。对，杀回，杀回，杀回。影月没看过吗？我没看过，这个是新的啊，最新的。我已经很久没打精英怪了，最新黑科技。哎、对，好像每次打精英怪，影月都刚好在做事情，就没来。对，我已经好一阵子没打精英怪了。我都在解任务吧，你最近？嗯，哎、欸，对，我新到了、欸。你知道那个刚刚酱油讲到那个啊，那个是他同学的那个形态啊。我跟你讲，我之前在国中的时候有遇到，也是应该说虽然不太一样，但是就是也是提有现在想想也是算是提前，就是有点认知到原来人性的黑暗面。人性的黑暗，人性的黑暗，这么很哎、欸，我跟你听完，因为觉得很夸张，真的很夸张。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班上那个时候，好像是哎、欸，就是你们应该都也会有吧，就是要选班级的那个优良学生代表。嗯哦，然后甚至就是有一些学校还会搞到就有点像真正的选举，就是你要去台上讲政见啊，对，然后就要集体要投票那种。好，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原本我们班上是最后是我跟另一个人再去抉择，然后最后呢是另一个人上，嗯，对，然后那个时候另一个人上了之后呢，就老师说好，那就送他，那其实就原本就没事嘛，然后结果后来呢，过了几天之后，老师就有在班上宣布说，哎，这个同学因为他平常的操性成绩没有到很高，嘿，所以说没办法提出是他，所以呢就变成最后就变成是我替补上，这样就是。哦，我代表我们这样，因为那时候是第二高票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傻傻的相信那个就原本是应该是他，但是却被没办法上的。他那个时候跟我讲说，哦，那这样子之后如果就是我可能要想个什么，因为上台要一些表演或者是竞选的一个人家、他说如果有的话我可以帮你哦，然后就是我们约个一天，然后你来我们家，我们来一起弄这样子。那这个是、哦、我原来说想说哦好啊，要帮忙那个时候互相帮忙啊，反正就很 OK 啊这样子。然后结果呢，那好，我们就约了某一天之后呢，就去了他的房，那个什么，去了他的那个家里。然后那个时候他有约另外几个人来，然后呢，结果呢，那个时候我是约，没记错，下午两点吧。然后从他，我进去之后呢，从下午两点开始，一路到晚上七点，他们全部都在玩桌游跟玩电动。到底是然后呢我就有试着提说那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来讨论一下东西、然后他们呢就说啊等一下这个先打完啦，然后呢之后呢好不容易打完之后呢，可能那大概五点多快六点的时候，那几个来玩游戏的好朋友就走了，就他的好朋友，然后之后只剩我跟他，然后就之后就说哦好啊，可以来开始想啦，然后呢结果呢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去帮我想任何一个意见，真的假的啊？对，然后我的时间就耗在那边。那他是在干嘛 ？Hello， 他，你说他吗？他在弄他自己的电脑的东西啊。嗯嗯，对，我觉得你已经算遇到比较好。如果你在更社会的有没有？比如就是那种很八点档的抓马大剧就会出现，你就开始。哎、欸，可是问题是你要想哦，那个时候才国中国二。对，那就很夸张了。才国二就搞这出，我真的是觉得很夸张。然后那个时候我事后跟我其他朋友讲，就说：“天哪，这个人是在冲三回。”他就说你遇到了这个人太心机了吧？想把你搞死，把你搞掉哎。哎，团团，你要想哦，你现在只是拖你时间，那时候拖你时间，现在你被找过去，说不定会被打，被揍一顿。啊！奇怪的照片哦，而且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浪费掉啊，那个时候距离要发表其实剩，没记错一个多礼拜而已。哦，我什么都没有弄出来。然后那个时候后来就是我身边另外几个朋友说、啊、我们帮你想弄，然后呢我们就那时候就有点赶鸭子上架，赶快赶了一个东西出去，然后就是最后就是还是有顺利的上台去做完，然后是也好加在因为那个时候国中有补习，然后刚好就有认识到几个你知道就是班上都会有或是其他班都有几个比较大声功的人，
然后就是被认识很多人这样子，然后他就有帮我稍微宣传一下，所以那个到后来我没记错，那个时候是刚好全校第三这样。哦，就好险，你知道吗 ？Holy 嘎仔，不然 Holy 嘎仔，我那那时候当初如果真的这样傻傻相信他，我直接傻眼。而且呢，那一天爆开，因为我要走之前哦，他还说，哦，那那个之后之后，如果你还有需要帮忙的话，可以再我们可以再约个一天啊。天哪，在那约去干嘛？他也是鬼手爬爬组啊，你觉得他好猛哦？我觉得超可怕，你知道吗？没有没有，你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不直接跑掉？因为我很傻傻的相信说他是要帮我。哦，所以你就在那边等他，然后对我在那边等他，然后我自己也在那边想，然后我可能就想了一个可能就是几个 idea， 然后呢问他，他要说嗯应该 OK 吧，然后呢就没了，继续动他的事。好的，所以我就觉得好的很难过，我说、哦、天哪，原来我已经国二就面临到这种东西，人心险恶啊，人心险恶，我天啊，超级人心险恶。哎，不过说到像这种选东西的啊，是不是那种就是？因为我们以前还有那种音乐班，然后那种自由班那种，哎、他们那种爸妈真的是花钱不手软的，就是因为不是有选小市长那种东西啊，嗯、没有市长奖，对对对对，然后就要去，就是每个班级要推派一个，你知道那个音乐班的那种那个自由班的那个豪华，哇，那个服装。然后那个道具真的是，然后我们在看我们的色纸，那他们是什么云彩纸，然后瓦楞纸，有那种财富压制的感觉吗？我好久没听到云彩纸，对啊，好久很久没有听到，我的天哪！你知道那个东西就是一摆出来就是，然后那种文宣啊，就然后他们还有什么手袋啊，然后海报啊，然后什么宣传小物，我们就只有海报。我们海报也是自己画的，他们是那种有人批他的人。上去啊！然后哎呦哇，我觉得根本就是碾压哎、欸，就是，然后不出所预料的，就是那种小市长啊，那种就是永远都是他们上，就是那两个班级上了，就是你也体验到了资源的重要性，就是资本的力量。从小就说资本的力量哎、欸，好可怕哦！你刚刚说那个设置什么，让我突然想到那个什么，那时候上课的时候。就是有人生病嘛，然后老师可能也不知道教什么，时候就会说：“来，各位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写卡片，祝福他病好。欸”哎，我没有遇到耶，我没有，我没有遇过这，我有听过，确实我觉得哇，也太水了吧！这不知道上什么，随便上就是了。超可怕的是，因为身边那个人刚好我就是还不错的。然后我就说，哎、欸，你收到超多卡片，来读一下啊！我们就四五个人在看他卡片，就还有、他有一张卡片，他居然他就写说干生病，他就生病，还浪费我的时间写卡片。你睡啊？我的天啊！太丢啦！也太黑暗了吧，这个人几岁啊？几岁？几岁？几岁之后啊？国二。我国中就开始当婊了，哎呦！他匿名，我们不知道是谁。他是线上游戏被骗呢、啊。你说，光我明天要去当兵了，这样子。对啊，超怕耶！我看到傻眼了。不超卡，太危险，卡了、欸，超卡的。有人刚从外面吗？我在外面，我在刷怪塔而已。我跟房星嘛，在同一个外面。应该是我吧？我在外面挖矿。我没在挖，我在外面跑，我在找财主啊。我在找马，就带大家读一下应该就好了。还是我们挖矿组集中在一区啊？我跟繁星在同一区。哦，也可以啊。再来找你。我要先回去一趟，我要死掉了。好。不要死！有谁在家？我在刷怪塔，你可以过来。我在家，我在坟墓。我可以大声走比你快。坟墓的刷怪塔，坟墓的刷怪塔，坟墓的刷。我在大楼里跑。我们是不是也要写卡片给阿旺？好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快死了。我要病死是不是？卡片祝福你。哎、欸，刚刚讲到老师很混这一点，我们高中真的有遇过超混的老师，他是教公民的，然后每次都在看电影而已。公民为什么会是看电影？我们公民没有、欸、他就随便播电影给我们看啊，然后考试前就是，哎、欸，
你要写 Dear Ah Wong， Dear Ah Wong， Dear Ah Wong。然后考试的时候，他就发一张题库，然后说会考这上面的东西，就这样，超废的。哎、欸啊，我们是那个、欸、高中的那个什么物理化学也是这样，因为那个就是我们高一到高二都就是只有高一上考一次，然后高一下考一次，各考一次而已，物理化学都各考一次而已。嗯，然后就是上课老师也没有要干嘛，因为你就真的你教了那个也不是你的考科。嗯，然后就是进去就放电影，然后考试前一周，那个就是期末考前一周，老师就开始拿那个，就是他们会有买那种考卷嘛，然后就考卷的时候，大家题目全部写完之后，然后课本拿出来画圈画圈画圈，他说啊，那个题目就从那个考卷里面出哦，啊，还有那个画圈那个填充题，要，啊，回去读哦，就这样而已。太混了吧，超混，可是因为那不是考科啊，哦对，你们那个是不一样啊，我们那个就。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因为那个感觉就是必须要排在你的课程里面，可是那跟我们的科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学测的时候，你同测的时候根本不会考那个。哦，嗯，对啊，那就跟我那时候数学课一样啊。那时候，嗯，那个我们老师玩龙之谷，说还可以拿龙之谷的装备换分数。哇，太猛了吧！你是开发五九一吧？对啊，老师开发五九一的。哎，欸，那个帮我开专属这样子，好夸张啊！帮我开专属，帮我开专属。你帮我那个卡抽到保几，你就可以过了这样子。那个、啊，面交，明天那个太夸张，上数学课面交，好猛哎，扯。原来职员办公室是八五九一样，对呀。哎，这如果学生报上去，他应该就没了，欸。他应该直接。被拔掉了，对啊，没关系啊，我有神装啊。没有，要看你是学校是公立还是私立，私立的基本上不太会有。嗯，私立不太管，顶多记个过或干嘛。是因为他教的科系用不到数学哦，那难怪。对，就是他主科一定要上，但是问题是他就说我们又不是白痴，只要补一到二五的东西，干嘛要微积分？天哪，那他就有让你过吗？哎，我跟你讲，我们那时候全班考最惨的有三分，嗯，然后最好的大概是23分，然后全部 open， 夸张了，20分的差距，就挑分啊，因为大家都挑分啊，所有人都太差，就是挑分啊，开根号乘以十啊。对啊，那时候老师还说，拜托你们啦，考个6分啦，我很累。哎，欸，好像真的老师就是这样。如果比如说那个科目就是不是你会用到的，就不会那么认真去教。到后面其实比较大一点的话都会这样。嗯，没有，要不然就是一直借课啊，就一直被借走啊。嗯嗯，一箭双雕，啊，可以一起能解吗？哎，欸，来 TP 我这边啊，只有目前只有一位可以要自备那个十字弩贯穿吗？贯穿啊，我看一下，哦，那我们就准备好了啊。我没有，啊，那这个你，这个你，哦耶！我去偷看，我没见识，只有这里，就你自己拿着，啊。好，头上有没有看到？这个已经弄好了，哇，好猛哦！哎，欸，啊，怎么飞走了？怎么飞走了？哎呀，下！旁边那个台子，那个台，站台。站台在哪？站台那边射啊！他现在这个正在看我的，然后你们在站台上面射。哦，从这里。哦，他飞去了。啊，他飞走了。哎，他怎么飞走？哎，他怎么从那边飞走？哦，那我们要很多人都站在底下，不然都会。来。哦，因为有一只在咬我啦，白痴。哎，有一只是看我的啊。我们家这边怎么？后面有僵尸过来。我们要等他慢慢盘旋下来了。对。哦，这个好酷哦，他从侧面尴尬。我决定要先来等开奖。啊？啊？哦，他现在时间了，对，他现在开奖，对，要时间。打那个金冠，这样让我们一起打。哎呦，追我，他追我。好啊，我走。都来追你啊？哎，金冠在你那吗？没有，我还没到。不要追我，我走。我走了。你有那个吗？那个飞飞的那叫什么？烟火。飞烟火了。我也没。现在看谁啊？哎，我被叶妹咬。
野妹，好，哦，这只下来了，二零一只嘞，他在那里，哦，嗨，嗨，嗨，对啊，他们为什么不上去？你就在这边吸引他，然后就飞不出去。我到了，我到了，我去。欸，你在遛他哎，欸，你在遛他哎，可爱了吧？哎，杰克，你最不喜欢组队的人啊！等一下，我的噩梦。小雨，是我的噩梦吧？哎，欸，是我抓的。我的噩梦啊！哎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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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上有电，头上有雷电。哎，我头上有一只哎。我怕砍到酱油，酱油。猫猫，我不知道。对对对，我被砍了。我刚刚还没砍到，刚刚没砍到。哎呦喂！别一直左右左右晃。哦，我捡到剑。我是道士繁星，来，钻石。啊！我没捡到。我不怕。我刚去充过装备啊。没捡到东西。我刚抽的，刚中七个了，全员到齐吗？对，七个。不在。我没有。小雨不在，所以七个吗？七个，七个。等一下，还没有，还没有。好，六七。小雨，每个人一颗哦。我可以拿这个吗？不行。小雨，你要捡一件双雕。二三四五六七。没有啊，因为这里很好挤啊，他们飞不。好了吗？那个胸奖好像不错哎，这是奖励吗？可是我没有这个是吗？胸奖那个是吗？啊，我勾是不是？没有，不对，我没有贯穿呐。对啊，要贯穿。等一下，我被僵尸打死啊！走开。野妹来了。那今天我来小雨这边啊。刚我在我这啊，这边我抓了两只烟。小雨，小雨这边，还是先给我好了，你再去弄一只。好嘞。小雨蹦，圣诞树，圣诞树直播器，圣诞没有，这圣诞树真的很好抓，我之前就抓了一只啊。还有一只变绿绿的啦，这边超人变绿绿的，因为大家都在这边是跑来跑去。这不是要解一件双雕用的？这要解一件双雕的，你不要把它戳死。没有，我放了，我没射了。我想问一下，轻松高效的图为什么变长跑图？轻松高效，他坏了。你们等下自己长跑图，你看那里。啊，那里为什么变那个？啊，变长跑图了。哪里？他的轻快不见了，怎么稍微不见一点？他轻快不见了，他轻已经少了四分之一了。是旋转有旋转吗？我到时候再看，他应该是有人捡到那个宝藏图，然后更新倒上去了。哦，所以他说宝藏图做的，很酷哎，刚好是那一块啊。对，要按了吗？按吧，按吧，按吧，谁手最红？我来，我来，耶！奖学金，奖学金是谁？该让我抽到了吧？该让我抽到了吧？让我抽到了，我还是觉得是酱油哎，不可能啦！你就烦心了，没有啦，就是我啦，是我啦，一定是我啦，是我啦，五号，四五号，三号，没有啦，没有啦，下次耶。买的是13号，每次累积都给酱油抽走，不开心。基础的三组是没放啊，一二三，好了，有了有了，推走一，再放三组，再放三组。哎，你在下课了？下课啦，要下课啊！下次再捡，下次再捡那个剑双雕。对啊，我再抓两只，下次再抓两只。然后下一次呢，我应该会把那些猫啊。全部调静音，哦，是哦，那就不会黑了。对，然后下一次应该也会有准备一些课程啦啊。哇哦，真的要开始上课了哈，不然都不上课这样子不行啊，会被上面的盯紧紧，不行不行。我们可以看电影啊。那真的会被上面的盯哦。校长，我可以用装备换分数吗？哈哈哈哈哈！我要下聊，哎，我想要装备换分数。好啦，下课啦！下课，下课。好的，待会我要直接去睡觉了，我好累哦，天哪！哦，今天去看的那个，我先结个尾。结个尾之后，我们再来讲一下我今天发生的事情。就是，啊，对对对对对对，
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去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啦。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打麻将碎屁啊！每次约你打麻将，你都嘛去打段位赛。哎、欸，珊珊，你等一下打是不是？好，今天去，因为我的眼睛不是说我最近看什么都雾雾花花的吗？然后今天去看眼科，结果完全正常，没问题。也没怎样啦，就只是太累而已，多休息而已。记得回收库马车上安，没事啦，那个杀掉之后就有了。快去休息，好啦，好啦，晚安晚安，我要睡觉了，滚。谢啦，爸爸爸爸爸爸。